比基尼辣妹洗车吸金，三名翘臀比基尼辣妹搔首弄姿洗着车子，这一招不算什么，眼前还真是波涛汹涌。海绵垫轻轻地在车上涂抹着泡沫，相信宅男车主已经巴不得给这三名辣妹洗车了。水怎么这么小呢？车子确定可以洗得干净吗？当然知道，醉翁之意不在洗车。昨天这家北线综合的汽车俱乐部开幕，不仅安排吸睛的洗车秀，还邀请六名辣妹在名车展场内秀舞。汽车美容公司老板平时爱购买千万名车，索性成立汽车俱乐部，因为就是兴趣，因为我们都蛮喜欢车的，然后就是跟车友，就是这个俱乐部是算一个交流的平台。昨天在展示场内有最新款的法拉利跑车，变形金刚电影出现过的大黄蜂 GTR R35 F1 概念车等，还有最幸福的悍马 H2 享受辣妹洗车服务。动物新闻台北报道。